有机促成，它是由有机转换涅槃成一只凤凰的状态。一个女孩在一个高台上面，一只脚完成她所有的出尘的那一瞬间。所以它的难度在什么？第一，形象的捕捉；第二，对于演员的这个表演难度很大。那在选择演员上，我的心目中只有一个人选，就是穆青阳。其实原来这个节目初定的时候是在地面上一个定点起的，那后来呢，到联排的时候发现这个点不足以驾驭这个节目，那后来沈导就是要求他上一个平台，那平台它要有1米1的高度，然后很窄的一个宽度上完成这个节目。我说我希望在这个高度当中完成你最后圣洁和涅槃的那个瞬间。将近2分钟的舞段，他几乎是一只脚在完成，因为我给他提出的要求就是那只脚不允许沾地，它的控制力量非常好。当它最后慢慢由我们的有机转化成凤凰的那一瞬间，正好带出了我们整体的龙的一种态势。